五公里滚，走啊，玩去啊！我不去，你自个儿玩去吧。大孙子，自个儿玩去啊！这嘎说正事儿，自个儿玩没意思，俩人玩好。明儿给你找个媳妇儿，俩人玩啊。媳妇儿，干啥的？我媳妇儿啊，给你生孩子过日子的。哦。那不玩。哎呀，这些人呢，婶儿，我妈让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贾欣来了，快坐那，啥事儿说。我都不坐了，我妈说看你手没有钱借俩。啊，有，有啥有啊？贾欣呢？他借钱叫你妈来的。我妈说抹不开。抹不开呀，大点圈要的。去叫你妈来，这嘎叫你妈有事儿啊。那我回家找我妈去。这长得忒大了，我跟他玩圈儿去。哎呀，这傻玩意儿往哪儿撞的？你才傻呢，圈都给我撞丢了。我打你去回家。你说啥？明儿我找你当媳妇儿。小嘴儿也在这儿呢，大京呢？要不孩子找我有啥事儿啊？来了还要人？有点事儿，让小嘴儿跟你说。啊，嘉欣呐，你跟小欣去上外边玩一会儿去。走，啥事儿啊，小嘴儿？好事儿呗。哎，这些年不也没有个好事儿啊？你刚才让那嘉欣借钱来又干啥呀？这不是我们那口子吗？老毛病又犯了。我家里你没有吗？那你说就这样那得啥年事头啊？得挺多钱吧？可不是咋的，手艺不看也不管。那还看啥呀？通过拿钱治好了不就得了吗？那没有有。那不都治了吗？你看看你今儿个呀算是遇上贵人了，我给你出个招吧。哎，那能有啥招啊？除非卖闺女，要不没招。但哪有那当妈的卖闺女的？你得嫁了。